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开幕。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对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